没能力审法案，有心情搞偷拍。昨天大战了快十个小时，可能吴宗宪稍微宣布休息的时候，我还是往前走向国民党委员的座位区。我现在跟翁小玲、罗志强、林思明表达开公听会吧。那我看着罗志强，他拿着手机这样对着我，那我一看就觉得他是在拍我，所以我很清楚跟他说：“你不要这样对着我，我不想这样被你拍，我真的很不舒服。”他跟我说：“我只有我们自拍。”那我也就只能这样相信，他根本不是他说的在自拍，他确实就是拿着这个手机对着我直拍。我当然觉得很不舒服，我更觉得你为什么要说谎？你在议事殿堂就这样说谎。昨天罗志强在司法法制委会宪法诉讼法这个违宪乱政的修法，他只有两个贡献：第一个就担任国民党的打手，不负责讨论，只负责终止讨论；他第二个贡献，居然就是嘻嘻哈哈、嬉皮笑脸搞偷拍。面对宪法这么严肃的法案讨论，罗志强居然是用这种嘻嘻哈哈的心情来面对吗？罗志强，如果你在司法法制委会拿不出专业，只搞偷拍、嬉皮笑脸提案终止讨论，那我真的觉得你愧对大安区选民为你投下的任何一票。